罹患癌症的前总统卡特在昨天宣布自己脑内的癌细胞已经消失。卡特曾在今年八月宣布自己罹癌，并且已经扩散至脑部，之后就一直接受相关治疗。卡特昨天在乔治亚州一间教会他担任主日学老师的课堂上宣布，在最近一次脑部扫描检查中没有发现任何癌细胞的迹象。虽然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消失，不过现年91岁的卡特表示还是会继续接受每三周一次的免疫疗法治疗。卡特今年八月宣布自己患上癌症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，而医生此前已经切除他部分的肝脏。此后卡特一直都在接受放射治疗和药物治疗。在上个月，卡特曾表示自己的癌症治疗效果良好，体内癌细胞已经停止扩散。在公布罹癌的消息后，卡特一直以乐观心态面对病情，每周日持续在住所附近的教会教授主日学。